没有没有，其实我觉得很多主播比我节俭多了，我是我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我觉得有价值的东西我可能会花得很厉害。空荡的街景，想找个人分感情，做这种决定是寂寞与我为邻。我们的爱情像你路过的风景，一直在进行，脚步却从来不会为我而停。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，来召唤你偶尔给的关心。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，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。歌名叫《一直很安静》。刚才大哥说他要10:30睡觉吗？那现在他睡觉去了吗？你说爱像雨，要自在漂浮才美丽。我终于相信，不说道理又有时候很动听。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，来召唤你偶尔给的关心。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，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。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，我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。以为自己要的是曾经，却发现爱一定要有回忆。那应该是好玩的。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，来召唤你偶尔给的关心。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，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。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，除了泪在我的脸上任性。原来也算是用来说明你突然不爱我这件事情。真做到，身体绝对很好。其实你们不说，就是做到那个作息吧。因为现在有时候大家就大城市，比如说很多他上班节奏比较快呀，我觉得能做到就是有一些每天就是有点时间，就是做运动，就是跑跑步啊，然后干嘛就，然后饮食清淡一点，就少吃那种烤的呀、炸的呀，少喝什么那种肥宅水，对吧？喝点清清淡淡的东西。